好啦，而家咧就到咗迪士尼巴士嘅停车场啦，而家一架车都未有嘅，太早啦，因为好啦，而家开始排车啦，先排住三行先，咁啊前面咧就留翻啲位俾啲 Hypercar。哇！好似講牛仔咁啊！而家係去呢邊，去呢邊，去呢邊，你走，你走，呢架呢架去呢邊，走，呢架去呢邊。喂，你唔係拍呢度喎，你唔可以拍呢度喎，你要拍最前嘅喎。N 仔都得一架嘅，走翻出去。加幾多部車啊？依家94，收到唔該。720啊！GTR Lisbon。冼拿的车手在这里。有请。喂，早晨。早晨啊。哇，点闩门啊？这里。个底。哦。哎呀，是不是跳过隔离的车？600LT 要摆边皮啊？摆少少啊！定系急崩？多少少，埋多少少，好，直后直后，斜多少少唔紧要啊！我见到个玻璃，系得啦，直后直后，直后直后，多少少，斜多少少，继续啊，继续啊，继续啊！唔要枪啊，唔要枪啊！扭死太啊，死太嗰边。得就咁开埋后边门啦，见到好大啊，摆到个大哇，呢张凳劲啊，张凳系车已经完成咗啦，今日有110至120架左右。咁咧，第一行嘅咧就系冼拿啦 ，P1 GTR 啦 ，Aventador SVJ 啦，同埋都系冼拿嘅。好，请你举起 V 字手势 ，V 字 ，V 字。
先生，咁啊，隊長講幾句先啦。啊，車會嘅新周年，咁啊，有你哋先至有今日，咁啊，多謝支持啦。每次咧都會嚟呢個天際萬豪酒店入邊。今日咧就代理擺咗 Urus， 仲有咧就係 Bentley 嘅 Continental GT 啊。咁唔少得有車主雜誌啦，後面仲有 720S。好啦，去食早餐啦。